大白天的你就喝上了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师兄，喝酒还挑什么时辰啊？倒是师兄你，天宫有这么多仙家洞府，你就这么神魂离体、大摇大摆的进来了，你不怕别人碰见你，把你当孤魂野鬼给抓了？我有事让你去办。就知道没事，你是不会回来的。什么事？那日让你去天溪宫查看，确定没有什么异常吗？ 确定，国师锦修呢？我与你说过呀，师兄，山林国主说锦修国师犯了过错，被关入了禁域。当时我记得挺清楚的，灵月国主神色不悦，还怪我等过问山林族的正事。既在禁域，为何他会出现在凡间？啊，灵犀身边那个男人是锦修国师。灵月国主言行不实，怕是有所隐瞒。 山林族可能真的出了祸事，否则，锦修堂堂一族国师，何至于久留凡间？这件事是挺奇怪的。宋公子，宋公子，你在吗？宋公子。 我进来了，你在屋子里啊？你今日可好些了，宋公子？宋公子，宋公子，你怎么了，宋公子？ 锦修在凡间待了这么长时间，听灵犀说他刚到的时候身受重伤，眼睛也瞎了，以他的法力不至于伤成这样。怕是山灵族真的出了什么大事。我天族与山灵族现在关系紧张，而且灵月国主明确表示不让我们插手此事，天君也不愿多生事端。如若此时我再进入山灵族查探的话， 只怕会引来更多的争端。所以此事，你我都不方面出面。你让韩章去寻些下界小仙，到山灵族中暗中探查。这要只是锦修与灵月相争也就罢了，要是魔族从中作梗，那就不是山灵族一族的事了。是。哎，师兄。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商量。说，我上次跟你说过的，我的婚事真的很急，十万火急，比那个锦修国师瞎了眼的锦修国师还要急。师兄，你也知道，我婚期将至，天君不肯见我，我心早有所属，是万万不能改弦易张的。别人要是遇见这样的事情， 家里还有长辈可以出面做主，但是我自幼便失了双亲，只有你和师尊呢。师兄，我思来想去，就只有你能帮我。宋公子，宋公子，你怎么了？师兄，我就只能靠你了，师兄。师兄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师兄。 这可怎么是好？这看样子也不像是生病了。难道是被什么妖物上了身？不行，我去找大夫。你醒了？怎么了吗？我刚才叫你，你怎么都不醒？睡得比较沉。 睡觉，坐着睡啊。这是一种比较高深的修习养生方式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我在家已经三日了，我今日来看看你好些了没。若你好些了，我就去上宫了。那，你好些了吗？
那边好，那我去药铺了，锅里有饭，你要是饿了就自己热一下。好。你好好休息。他虽弱小，但却善良，更爱帮助比他还弱小的人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？可能是那天伤到了内脏，这个应该……我就说吧，药还是得继续吃。你坐下，你等着，我去煎药啊。你在做什么？找东西。找什么？尺子。你的衣服破了，位置不好补，我想给你再做一件。量尺寸吗？哪儿去了？谈情说爱不是坐而论道，别摆架子。总之八个字：胆大心细，嘴甜皮厚。不用尺子也可以量。怎么量？这样量吧。不是得做衣服吗？就这样量。花开在了岁月，你不忍更惹摇曳。宋公子，我量好了，你放开我。只量腰围，不量臂长吗？没事，我有数。那怎么行？这衣服做短了一截，能穿吗？量吧。百姓家夫妻便是如此，丈夫耕作，妻子织布。量好了。鸡爪。记性那么差怎么行啊？再量一次。你戏耍我。量吧。1 2 3